他有自己完整的一个设定，蛮期待的，很有意思。好，我们下一个表演的就是号角响起，有点吓一跳，要来主持节目吗？就一直找不到那个电视里面看的那个号角响起。来，请问我们的号角响起是哪一位？在哪里？号角响起！号角响起！快点！对。真的吗？他到底在哪里？来了。啊、哦，真的哈、哦。那个听说刚拿到金钟奖，这样。哎，哦，哦，年轻人有没有带自己的乐器？钢琴啊 ，OK， 好，我们给上来先上台吧。对啊，不然我们怎么样介绍号角响起？为什么叫号角响起？真的有人叫耗子吗？哦，真的，耗子，然、啊、后大只，你不知道在贝兰组前面看到，对，好，上来、啊，你就已经填了，你一定要上台啊，不然你要怎么样？上来吧，上来吧，嗯，还在读书吗？对，哦，哪里的？哦，真的哈、啊，嗯，好。哎，我们给那个关关的学弟们掌声鼓励。我们先自我介绍，我们是号角响起，不是金钟奖的那个。好，我们什么叫号角响起？因为我叫逸翔，他叫浩平。然后，因为我们暑假的时候，就是今年八月底有办两场，我们自己做的演唱会，所以也是因此。然后我们就做了一个号角响起的类似团名嘛，希望以后就是号角响起的。然后今天要唱的歌曲就三首，然后希望因为我们对这个舞台不是很熟悉，但是还是希望大家可以给掌声好不好？谢谢。